小姐系咪叫个外卖啊？放假都咁早嚟嘅，嚟陪你啊嘛。啱啦，啱啱搬入嚟，咩都未买，今日就拜托你啦。摆喺我身上。啊，晏晝做咩好呢？你唔係想行山咩？既然下晝得閒嘅話，咁你咪去咯。咁你呢？今晚 Stephen 佢哋唔係話想上嚟食飯咩？諗住買啲新鮮嘅海鮮。咁你唔喺度買埋 ？No， 我啲更加新鮮嘅。油塘附近有唔少郊遊好路線，今日一個人就挑戰一下魔鬼山啦。魔鬼山其實一啲都唔魔鬼，新手友好，而且風景優美。唔单止可以远眺维港两岸景色，仲有历史遗迹。仲可以见到日落。搬咗嚟油塘，想食新鲜嘅海鲜真係太简单啦。成条街都是三猛海鲜，看中哪条就叫个店员捞佢起身，保证新鲜。但其实呢度除了海鲜之外，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佢。一行入嚟，成条街都弥漫住糕点的香气和人情味。全盛时期呢度有二十几间中式饼店，而家就得翻五间，全部都是老字号，开业超过50年，款式种类繁多，绝对令人眼花缭乱。哇，这个想吃，这个都想吃啊！沿着岸边一直行，可以见到摩天大厦林立的对岸，和现在浓厚的渔村风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咦，六点了，你看看他们去哪里？喂，到哪里啊？喂喂喂，我到了，刚刚。